你是一个内向的人吗？如果是的话，先恭喜你哦。我从小就是一个内向而且有点自闭的小孩，后来呢，我看了一本书，得到了一个启发，只要一个方法就能够搞定人际关系，那就是不管与谁说话的时候都记得要面带微笑。这个方法超级有效哦，即使我说话很少，但是别人都很愿意主动跟我说话，甚至是分享他的心事，因为他知道我不会随便跟别人说，而且话多的人也不见得讨喜哦。因为人们其实喜欢别人听他说话，内向的人呢，很适合去倾听、分析，最后呢，再给予他一个中肯的建议就可以了。话不用多，但是句句到位，深植人心，反而更令人尊敬哦。再来啊，就是内向的人跟创业成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内向的人呢，他会更专注。例如像脸书的创办人，很会写程式 ，Bill Gates、巴菲特、Google 创办人 Page， 他们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内向性格诶。还有一个人是 Michael Jordan， 很会打篮球的 Michael Jordan， 他也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内向的人呢，在网络赚钱反而拥有极大的优势。以前啊，那些笑我电话开发或者是陌生扫街开发客户的能力很弱的那些主管啊，后来都会偷偷追踪我的社群账号，看我到底在网络上搞什么，为什么能够在网上赚钱。因为他们每天都是往外跑啊，用很传统的方法去创业，搞到后来都赔钱啊，不懂得使用网络和电脑的科技。所以内向者我们要开心啊，现在这个时代正是我们的时代，内向为王，好好的充实自己的能力，就能够成为人生胜利组哦。